今天来玩冬季大三角，各位好，我是婉雄哥。那我们的这叫什么新英式的卡，这个套牌已经出了。对，那我有买，因为我其实本来就还蛮喜欢这个牌的。对，那因为这个牌里面有一张这个天津四，对，所以我本身就有一张，那买的话再赚一张，然后再加上这个托勒密跟东三角都有，所以我就买了，这样子花1000买。对，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没有要玩新骑士，你对这个没兴趣的，就千万不要买，因为等于就是你就是花钱买这一张天津四跟这个东三角，还有这一张这个而已。对，然后他的这两张 UR 跟 SR 基本上不会放，因为摆档相关的还没有出来吧？对，而且要跟神鼠有关的，所以我就没放。好，那我们的构筑就是。天津四，那有三张就摆三张，那因为我只有两张，所以我就摆两张。然后我的河谷二有三张，我觉得河谷二一定要满三啊，对，河谷二蛮重要的，可以直接拉这个墓地的上来。那通常用河谷二拉我们的天津四，然后天津四就可以检索，对。然后用这一张可以堆墓，这一张可以从手牌再挑一只下来。对，那你这张堆墓的时候就可以搭配这个架天桥，对，架天桥是这个升级奖励，所以算是一张很爽的一张 UR 卡。那用架天桥把这一张送回去，然后接着再叫河谷二拉刚刚丢下去的天津四，对，又可以再打出一波。好。那最大的重点是我们的东三角，东三角效果还蛮猛的，它可以用等级4的新骑士怪兽三只做超量，你也可以上叠在这一只上面。对，那这个超量成功召唤成功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场上除此以外的卡牌全部返回至持有者牌组，那你可以弹自己的牌，所以我就有放这个恶魔狗链，狗链的话可以弹回来再重复利用。然后第二个效果是一回合一次可移除此卡的一个超量素材，并发动挑选对手一张，随机挑选一张对手的卡牌送入墓地，可以丢对方的手牌。第三个效果是苏森效果，只有超量素材的死卡被送入墓地的场合，可以我方墓地的一张新骑士怪兽为对象发动特殊召唤该怪兽，可以这个复活。那基本上就是东三角跟下三角这两个交替使用，对，都还蛮强的。好，来看回放吧。好，第一场打我们暗游戏。我最近去看了牙齿，干超恐怖，对，不过已经好了。对，好，那这时候首先先下一个织女星，织女星效果从手牌再特招下一只下来，那我们就跳这个这一只堆木的，堆木通常手堆天津四，因为天津四被河谷二拉起来之后又可以再检索一张，好来对方舍弃一张跳半龙，用突破键的追忆跳一张巴斯达布雷达，那这个战破后可以变成装备卡，装备在对手身上。好，那这时候我下一个河谷二来利用河谷二效果拉天津四，来天津四效果检索，来我们直接超量召唤下三角。好，下三角拔出一个素材，加一张后台，这时候再发动叠放增益，终极力增加400，打过去3。好，对手盖一张，那我们再炸一张，好，结果对方有狗链。好，不过没有关系，我有死者苏森。来，我们河谷二下之后直接死者苏森，大家要小心。河谷二有一个蛮容易卡到自己的字数，是你召唤成特殊召唤成功时，可以把一张墓地的一张新骑士怪兽拉上来，但是发动此效果之后，直至回合结束前不能特殊召唤这个直至结合结束前新骑士以外的怪兽是不能攻击的。对，所以你。拉上来，如果你不是做新骑士的怪兽，你没办法超量，就是超量其他的怪兽，你是没办法攻击的，所以要小心。所以我就没有拉上来。好了，我们再看下一场。好，这一场打泽度。好，那我们直接天津四拉河谷二。
好，盖两张，一张弩弓，一张狗链。好，来对手一个光子领导，哇，直接跳这个什么莱登哦。好，要我们就狗链把它绑起来，因为我们可以用这个下三角回收狗链来用。好，来一个弩弓部队炸旁边这一张，结果是一个成长球金。好，这时候下一个河谷二，河谷二拉刚刚的天津四，再检索一波。three， 好，那我们直接超量召唤密勒托，然后舍弃一张弹牌咯，直接跳东三角。好，东三角特殊召唤成功时，可以把所有的牌弹回到手牌，然后再发动它的效果，移除一个超量素材，可以丢对方的手牌。好，打过去，这时候再发动架天桥的卫星骑士，来直接从牌组再特殊召唤一只，打过去。来，我们再看下一场。好，这场有马打有马，那对方用的好像是有马的变身技能。那我基本上我原本也有想用变身技能啦，对，但是我觉得要扣血要扣的有点多，对，而且。变身之后虽然可以抽牌，就是可以直接把这个牌直接变成那个 ZW， 但是我觉得这一副牌不太缺怪兽，因为一直检索跟一直堆木。好，那对手一个天津四，哦，对手也是打这个新英式，我跟他拼。好，那我们直接从把它换牌之后，因为我怕他后台的是那一张那个反制陷阱，所以我趁现在先赶快跳一跳。好，来，这时候河谷二拉我们的这个天津四，然后就检索，来做一个绿牌的动作。好，那我们超量召唤密勒托，来密勒托一丢，马上再叠东三角，笑死！来东三角直接弹回去，结果对方是狗链干。哎，那我一开始没有想到带狗链，我好像就是被这一场启发后我才带狗链的。好，那我们一个河谷二下来，我们再叠一只。哎，我好像没有叠，我好像直接打，来一个弩弓打过去。好，那我们的东三角就被卡了。来，对方一个织女星，织女星跳河谷二，河谷二再拉再检索。这个牌真的很烦，这牌你打这个新英式要有点耐心，因为他那两只超量怪兽都会死了又会再跳上来。好，那对方弹牌，那我们把它炸掉，那他又可以再跳回来。好，跳自己，笑死。好，那这时候下一个织女星又被狗链啊，不过没有关系，我们直接死输。好，我觉得我这边死输处理的可能不是特别的好，对，嗯，其实应该也还好。来，我是拉他的啦，来，然后我们拉我们的天津四，好，再解锁，来，我们直接叠下三角，下三角 VS 东三角。那东三角只有在有超量素材的时候，它被送木，它才可以发效果，所以我们现在把它炸掉是没有问题的。来打过去，谁来？哦，对方直接 ZR 武器，对，所以我也想用试试看这个技能看看，但是我现在搭的技能是叠放增益。好，织女星下，我要换它了，换它了。你看，这不缺怪兽的啦，一直检索。所以这很蛮麻烦的。好，对方丢一只来，又也叠上下三角，不过没关系，我被炸我也可以跳，我还可以跳牌组。来，我直接从牌组特殊召唤一只这个织女星，织女星跳手牌的河谷二，河谷二再拉墓地的天津四，再解锁一只，直接铺场铺满，谁这么划算？好，那我准备拿出我的王牌了。好，下怪，来特招，好，直接，为什么不用河谷二把它拉上来就好？因为河谷二拉上来的话，你除了超量召唤怪兽以外，就是你只能超那个新骑士的超量怪兽以外，你其他的这个怪兽是不能攻击的。所以我现在要叠其他的超量。好，我们叠的是
暗黑叛逆超亮龙来直接一出两个素材，把他的攻击力自减一半吸到我身上，自带力量，所以结场神卡。那我们再看下一场，好，这场的关月小鸟自带这个很爽啊。好，天津四来一样先拉河谷二来盖一个弩弓部队到后台。好，盖又是一样的，笑死他！他有带这张装备卡，这张装备卡装上去之后，攻守会增加500，然后装备怪兽不会受到对手卡牌效果的影响，算还不错。对，那除清音室以外的怪兽以表示存在我方场上时，此卡会被破坏。好，所以我们一个弩弓部队炸左边那一张，然后炸到他的反制陷阱。好，被扣了2200。来，我们下一个织女星，来利用织女星跳河谷二，利用河谷二拉天津四，来再检索一张。有的时候这是手上满满都是怪兽。好，那我们直接跳下三角，来先炸后台那一张。好，一个叠放增益变2900打过去，碎。联防坑力可以用几次啊？最多用两次。好，好，他死书，然后他跳托勒密，好，跟我拼来，我们直接被打爆，直接从牌组特殊召唤，哇哦，这个特招真的很爽。来，我们直接拉天津四，来天津四又再解锁一张，看手牌都是怪，笑死。哇，全部都是怪，好，那换我啦，直接弹他老木，好，直接跳东三角，弹回去，下去吧你。好了，我们再看最后一场。去看牙医的时候，那个一直在那边转，超恐怖。对，后来智齿是智齿发炎，所以吃了抗生素后，然后医生就把它拔掉了。哇，干，超痛，这个痛到爆。然后对方打的是 Nails。好，我们一样下一个织女星，织女星再下一个这个堆木的神卡，再下一个天津四，来一个架天桥。从牌组特殊召唤河谷二，再把天津四拉上来，直接超亮。好，我跳的是兜三角，全部抬回去，来，还搞了他一张手牌。好，连接着来跳海豚，然后海豚想要看我手牌，妈的！好，跳鼯鼠，跳鼹鼠啦，然后一个茄鸡接触，然后跳英勇星雨侠。哇哦，做好做满。好，这时候从墓地复活我们的河谷二。来，河谷二效果发动。来，我们拉天津四又再捡一张，疯狂捡爆。好，来，这时候反击的时候到了，黑暗叛逆超亮龙，吸你吸好吸满，4000，给我下去吧你。好，那这个牌我应该会玩一阵子，因为目前觉得还蛮好玩的。对，就是算是简单易懂啦。对，然后也有这牌有点拖，所以要玩的要心理准备。好，我来去吃拉面了。